好，那今天呢，我们要来干什么呢？我们要去试做隔热纸。话说我们天这台车呢，将近两个礼拜的时间了。那因为其实我们也是风尘仆仆啦，就是因为一些公司的一些行程呢，出差的行程呢，我们也是马不停蹄，所以我们一签完车的当下呢，我们就马上进行我们的出差的行程。所以呢，我足足体验了两个礼拜没有隔热纸的车哦。所以其实是因为中南部嘛，我们就出差去中南部，所以它其实中南部的天气其实相当不错。那在那个大太阳的情况之下呢，其实你在没有隔热纸的情况底下，你开车确实是会觉得闷热的哦。即便我们是新车，冷风效果其实应该也是不错，但是因为外面的太阳真的太大了，而且我们又有这个全景天窗，所以整个热的传导到车内呢，其实是比较明显的。后来呢，好不容易我们终于约好了要来去试做这个隔热纸了那等等呢，我们就准备要去那个试做的店家。好，那也等等会跟大家分享说，选择什么型号的隔热纸？假设你是Skoda Octavia 的车主，你可以听听看我们的隔热纸的搭配，告诉你怎么样的隔热纸最适合你哦。那在我身旁呢，就是今天帮我们最主要的试做的那个技师，他是 Lucas。好，那我们今天试做的那个隔热纸呢，是 VCOOL 的品牌，然后它的型号呢，我们前挡选择是 VK55，然后车身呢是 VK30，然后还有天窗是 VK70，再加上天窗的外贴膜 PPF， 是的，好，应该说算是全车的玻璃都把它保护到了，是的。那我想请问一下 Lucas 就是在试做的过程里面，针对这一台车Skoda 的 Octavia Kombi， 有没有什么小困难地方，还是说需要注意的地方？这台车它在施工的时候，其实最大的困难其实就是说，像这种车子，它下面的网点的部分，对，会特别的厚，所以我们在塑形的过程中，需要先把它弄得比较平，需要塑得比较平一点，对，不然它很容易，因为隔热纸它是没有办法去完全粘附在网点上。没错，网点它是烤漆面，对对，那这样子的情况下，所以我们要烘的比较平，它才比较不会有跑气条起来的问题，这种状况。是，所以这是在施工要小注意的地方。对，然后这种车就是因为它的 A 柱的部分呢，因为它里面都会做的比较满一点。对，所以我们在修的时候都会稍微修进来一点，就是稍微留一颗烤点。你说在修这个隔热纸的边缘的时候，对，因为玻璃它本身它有所谓的内外差，对，它所谓内外差，因为它玻璃有个厚度，对，那它外面的部分跟里面的弧度会有一点差异，有点差异，对，那我们在外面塑形完之后拿进去之后，它会有放大的效果，所以相对的时候，我们在裁切的时候必须要做的就是稍微缩小一些，进去才会刚刚好。对，那这是这种车它的比较特殊的地方。对，然后还有除了这个网点之外，还有哪个地方？就是再来就是它的三角窗的部分。哦，三角窗，是的。因为我们是控比旅行车嘛，就有这个三角窗。对，那因为它的三角窗的部分，它内缘的部分它是比较小，它的空间是比较小的，所以它的每一片三角窗基本上都是必须要量身定做。量身定做，是的。所以就是说，因为像一般你们每一个车型基本上可能都有裁切好的这个隔热纸的版型，是的。可是如果你今天遇到这台车，可能就不能够完全套版的使用的版型的隔热纸。对，因为它的胶条，每一台它的位置都会不太一样。那它的有的地方比较凸，有的地方比较凹。对对，那加上它里面没有什么所谓的空间，让我的板子可以统一规格板下去做。因为它每一台胶条都不同，所以我下去的时候可能这一台 OK， 下一台就顶到了，就顶到了，或者是缺一个洞，
哦，这样就是可能有时候可能隔热纸可能边缘就不够，或者是过多，没办法完全服贴。是的，所以其实你们遇到像这样子的车，你们基本上你们的隔热纸都要量身定做，还有在细修过。对对对对对，三角窗的部分。哦，所以这是在施工就是比较要注意的地方。是，好 ，OK。那接下来我们当然刚刚前面在还没试做前，我们有实际测量过它的一些数值。我们车身贴的是 VK30。好，好，我们看到它的数值了，透光度是28%，然后红外线阻隔率是98%，那紫外线100%。来，我们再来测试前挡的部分，前挡贴的是 VK55。好 ，VK55 的这个型号。好 ，OK， 那我先拿下来看。哦 ，VK55 的型号，它的透光度是51%，然后红外线的阻隔率是95%，抗 UV 呢依旧是100%。哦，我们天窗贴的是 VK70。VK70 就是比较透光一点的。好，但是因为本身天窗它是有染色，所以它的透光颜色会跟隔热纸的数据不太一样。好，那我现在来看一下。哎呦，它现在这个透光度是6.1%，然后红外线阻隔率是100%哦，然后紫外线也是100%，啊，这就是它的效果。是的，对对，这个效果相信，我们跟刚刚那个对比起来就差非常非常多了。是，虽然说原车都会有一片那个算是遮光布，但其实在真正大太阳的时候呢，其实遮光布的效果是没那么好的，没有这么好，所以你还是要贴这个具有高隔热，然后效果好一点的这个天窗的隔热纸。是，一般客户在施工完的时候，对隔热纸这边有没有什么需要保养，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哦，其实像切了 V 系列之后，它的水汽会就是跟一般的隔热纸会有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的水汽啊，它隔热高，所以它的水汽在干很慢。很慢，对，像我们这种反射型的隔热纸，它热源进来的时候，它会反射掉，对，所以水汽在干特别慢。哦，我知道，因为它一直把热给反射出去嘛。对，那像一般的隔热纸，它就是吸热型，它不断在吸热，对，所以它的水汽大概一周两周就干了。哦，你这样讲我就知道了，因为是反射型，它原本就是把热给反射掉，给反射掉了，所以热，所以它就比较不容易。对，里面的水汽就会干比较慢，对，通常需要4到16周的时间。我说以贴你们 V 系列的隔热纸，对，但这样就可以很明显看出我们的隔热率好不好。哦，也对，对。那再来的话，就是刚贴完隔热纸之后，我们大概是需要一周的时间，车窗不能升降。因为我们刚贴的时候，隔热纸它没有粘性。那你在升降的过程中，可能会被下面的水汽给顶坏。哦，对，所以我们都会提醒客户，大概是一周的时间。先不要去做升降，让它里面的水汽稍微有一些干燥之后再做升降。哦，一周都不要升降。再来的话就是行车记录，像一般有用行车记录器啊，或者是导航之类的。哦，对对，那这部分的话就是大概要一个月的时间才能去做粘黏。哦，或者是有的是吸盘，吸盘的。对，那最好都等一个月。哦，最好都等一个月，比较保险。对，这就是像我刚刚说的，因为它现在刚贴完，它是没有所谓的粘性。当你用吸盘或者是粘贴式的，它的重量。或者是它吸附的那个吸盘的力道，对，就它会拔罐一样，好像拔罐一样，对，就把隔热纸拔起来，拔起来了，对，所以这些部分是比较需要注意的。对，这个真的是我们在贴完隔热纸之后，其实每一台车都需要注意的地方。对对对，是，好，非常谢谢 Lucas， 谢谢，好，帮我们这么完整的专业的施工之后，又帮我们这讲解的这么详细，谢谢。当然要贴隔热纸的话，记得尤其是。Skoda 的车主可以来考虑我们的 V-Cool 的隔热纸哦。好，我们现在呢隔热纸已经全部都施作完毕了，一样跟大家再说明一下，我们前挡的施工的型号呢是 VK55， 车身是 VK30， 那全景天窗呢是 VK70。 那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的搭配呢？其实是因为我年纪大了，眼睛比较不好，夜间视力呢需要通透一点，所以呢前挡呢我们用透光度比较高的这个 VK55，
那侧侧呢，因为还是要保有一些些的那个隐蔽性，所以我们用透光度稍微低一点的 VK30。那天窗呢，原本它就是染色玻璃的，透光度其实也不高，大概只有10几%。所以呢，我们假设如果要选择透光度低的这个隔热纸再贴上去的话，它可能会变得更深。所以我们反而是选择透光度比较高的 VK70，然后来贴这个全景天窗。这样子的话呢，它第一个它还是保有一定的这个透光度，我们车内的人想要看那个车外的天空啊、视野啊，也都是非常 OK 的，但也保有非常高的这个隔热率，然后红外线阻隔率等等，这就是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全车的搭配。然后呢，因为像全景天窗呢，基本上它面积是比较大的，所以呢，我们为了安全起见，我们也贴了这个 PPF 的外贴膜。那它其实是VCOOL 他们这边的一个新的一个产品，因为它还有这个字体修复的这个功能，除了可以保护你的这个全景天窗之外呢，它这个外贴膜加上去呢，它其实可以让你的这个可能会防一些小碎石啦，假设真的有一些小破损，还是一些小凹洞等等，它还可以用这个字体修复来把它修复，所以我们又贴了这个 PPF 的外贴膜来保护我们这个全景天窗。假设呢，你也是开 Skoda Octavia 的车主，今天我们这样子的 VCOOL 隔热纸搭配呢，其实这个型号呢，其实可以提供给各位做个参考。